开始了。这是有22秒。奶奶紧张了。来啦，挥挥手来，妹妹笑一个，要笑啊、哦，好像女主角哦，琼瑶的女主角。总算渐渐都还过得去，未来就等来了再决定。我看他们有没有拍手。回忆多少还留一点点余地，还不至于。没有呢，没有跟你拍手，真没礼貌。我们唱歌给他听，他还没拍手。谁的伤心能不留太急？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？谁能忍心不认命？你的嘴角微微扬起，你用微笑剪接我的微电影，偶尔扰乱我自己，偶尔难免还想你，偶尔情绪多余，偶尔又真。哦，好棒好棒！啊，请问一下你，你的妹妹会不会唱这首歌？我的妹妹，你会唱这首歌吗？会吗？会吗？还是你的姐姐会唱这首歌？姐姐会唱吗？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雨季？谁的伤心能不留太急？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？谁能忍心不认命？你的嘴角微微扬起，你用微笑剪接我的微电影，扰了我自己，偶尔难免还想你，偶尔情绪多余，偶尔又真意。我的下巴微微扬起，不忍泪滴出演我的微电影。你是微醺的上机，你是微妙的下机，你是未完待续到曲折的秘密，是微醺的相机，你是微妙的夏季。我的下巴微微扬起，不让泪滴主演我的微电影。你是微醺的相机，你是微妙的夏季，你是未完待续到曲折的谜。哇，棒好棒！谢谢。妹妹，有没有什么话对台湾人说的？就是台湾很棒，很好啊！好棒好棒，你更棒！耶！谢谢。